车领航，声控大屏导航功能介绍，车领航，智能科技，一路领航。任何好的品牌营销都要依托于好的产品品质。我们生产和研发像大白一样的智能安卓导航系统，要的不仅是一种导航功能本身，而要的是一种时尚、安全和大气。年轻人都喜欢玩电脑游戏，一般要求硬件配置高，如果在车机上玩手游也能行吗？让我们把倩女幽魂 APK 软件下载到安卓四核导航机上试试，强大的配置才足以支持各种 APK 网络手游，完美解决在车内等人时的枯燥生活。网络要快，我们支持通信版导航带 3G 功能，一年内 1GB 免费流量使用，也自带 WiFi 模块，上网双层保障，更快更稳定。在线看视频听音乐，在线微信 QQ 聊天，在线用团购软件如美团或者是大众，在线看股票。智能的时代是声控的时代，人机对话行车更安全，我要导航到欢乐谷，正在为您搜索欢乐谷，找到如下结果，请说第几个选择。高德地图直接定位导航，准备出发，全程32.7公里，大约需要53分钟。我在呢，打电话给中国移动，即将为您呼叫中国移动客服热线。国庆节快乐，欢迎致电中国移动。在呢，我要听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将为您播放夜空中最亮的星。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我在呢，打开收音机。好的，将为您打开收音机。现在有太多的 APP 可以把你从路人救成仙女，就拿入门级别的美图修修来。需要帮忙吗？今天天气如何？深圳今天天气晴况是阵雨，23至26摄氏度，微风。我要听冷笑话。有一只老虎感冒了，想要吃掉熊猫，熊猫哭了，你感冒了。手机互联功能，同步手机的电话。国庆节快乐，欢迎致电中国移动。应查询视频。地图，手机和车机同步使用和操作，随意切换。
正版高德地图支持在线升级，再也不用跑安装店或 4S 店花钱去升级导航，解决后续升级问题才是明智之举。采用升级版7850东芝进口功放，尊享非一般的音质效果，播放高清视频，播放视频快速拖拉不卡顿。高清电容屏，灵敏触控，更换近动态背景。更换不同的 UI 界面，个性化设计，轻松操作。感受完安卓智能导航的功能，相信大家已经蠢蠢欲动了。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车里行的支持，现在提前预购可享受十大优惠。公司在售大屏机型有上百款，请有需要的客户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客服，匹配专用安卓智能导航，尊享非一般的车主体验。选择我们就是选择智能生活的开始，相信你的选择，相信我们的坚持。感谢观看车领航视频功能介绍。